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7月2号，7度站哦，那个20:40所拍摄的是那个2408次哦，树林发射中，远远看哦，苏澳的，引力说一下，下面这个900型905全开之后，以及1242 B 次回送7度的。请您说一下上面这辆 U906 列车，瑞芳，下一站瑞芳。站通过，235次，柴田还在 TR3件型，九辆变速箱加235次，花莲发射中北回向阿叔 TR3件型，九辆变速箱加，在八站港啊停靠，谢各位的啦，拜拜。